有料是 good， 非常好吃。Vlo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达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开箱烤箱，因为这是刚刚买回来的烤箱。一买回来我是先拍这个开箱。我们之前的烤箱已经有点问题了，而且又太小架，因为我接下来会用这个新的烤箱跟旧的烤箱来做这个年饼。我现在新年也即将要到来了，还剩一个月这里就是要新年了，所以现在也是开始要准备制作这个年饼的时候了，所以才去买这个烤箱才能烤这个年饼。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吧，年饼做好的时候才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多多支持。还没有开始之前，大家先帮我按个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在第一个时间就会收到通知。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影片吧 ，Let's go！我们现在开始开箱吧。大家看，你看这个烤箱多大，跟我之前的那个烤箱比差很远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开始腌制这个鸡肉吧。哇，好大只的鸡肉！这是奥尔良的这个腌料，然后这是我们从中国买的。我们放一点胡椒粉，这个是盐，我们就用手涂抹整只鸡，然后全部都有沾到这个腌料，过后放这里腌制一段时间好了，过后我们就要直接把这个整只鸡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。我们放这给它腌制，这个刚刚我拍到给你们看的就是拿来支撑这个鸡的 ，OK， 它才不会滑来滑去这样子。固定着，因为当我们放进烤箱的时候它是会转的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怕等下它的这个颜色方面就不会讲不均匀，等下有些地方又太黑，还是有些地方烤不到还是什么，这样的话它的火也会比较均匀，颜色会比较美烤出来，而且全部都会熟。整个签子拿来固定鸡腿部分跟这个鸡翅，等下它旋转的时候它才不会掉来掉去这样子。把它固定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放这给它腌制，等下就要放进烤箱里面烤。所以等下放进烤箱里面烤的时候才给大家看吗？所以我们等下待会见。那我们又有买这个素食来放去餐桌一起烤，所以大家就等下期待烤出来的时候的成品吧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鸡放在它中间点，给它支撑着。然后等下它烤的时候，它就会转，这样子，看到吗？就是固定来的。对，等下烤的时候，我再拍给大家看它旋转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这个
鸡肉只是要烤一个小时，别要烤了半个小时才拍给大家看这个烤到怎样它的颜色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烤吧，开始烤咯。那你看它开始烤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哇哦，它鸡会自己在那边转一次。等一下我们到了半个小时的时候我才要拍给大家看吧。我们在半个小时后见。要半个小时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烤鸡的颜色就是这样子。哇哦，等多半个小时后烤好的时候我才拍给大家看吧。那我们待会见。我们的烤鸡已经烤好啦，哇，金黄色，哇，多美，看了很好想吃，很香哦，真香，哇哦，要拿出来的时候才拍给大家看，我们就待会见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查这个牛油，很香很香，期待它的味道是怎样的。你看，我们注意看它的字在地，哎呦，看到吗？都是鸡鸡进来的，一直在滴。哇、wow! ！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插这个蜜糖下去，然后我们插好了过后要放给它烤多一下子，啊，这样它就会更香、更好吃的。啊，真香啊！那我们再涂这个蜜糖上去，然后等下烤多一下出来就很好吃，就很好了。你看它的那个字一直在滴，一直在滴，哎呦！看两都被打汗了，鸡好亮，拍靠近给你们看，哎呦，它一直在滴。然后等下烤好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拍试吃给大家看 ，OK？ OK。对，这样我们就等下见吧。哦，我们的烤鸡终于好了，所以我们再把它拿出来。Nice。 他的鸡腿是给我们的这个少爷，我们家里的少爷吃的。OK， 奶奶该吃了，看，来吃吃。软软的，入心入气，你看，嗯，水水的，有汁的，好料，热的，非常的好吃。哇，人间美味，好料，选的，对，这样我们就到这里吧。你们喜欢的话，就帮我按个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对，这样我们就下期见，拜拜。肚子饿了，现在已经很迟了，时间多了，拜拜。四十秒，拜拜。